干很烦欸。不是啊，如果你们开台遇到这种，说什么他，我觉得他口气不是很好啊。说什么我干嘛不开树王带树王干嘛什么的，我觉得那种口气不好的，我也不用跟他客气吧。我今天是开直播，我不是做慈善事业，凭什么要给你这样对待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欠你的。哦，这个真的很难，非常的运气。没新猪了，各位，没新猪的时候就冲过去吧。但我这边持技有人，但我这边持技有人，但我这边维基有人，但我这边巴哈，真的是哦，各种秀下限。这边，今天你要人家尊重你，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嘛，对不对？你问问题的态度这样子，你要别人怎么尊重你？感谢这个伟松，我已经失眠两天了，但是火气还是别那失眠两天么大，了。小心睡不好。这边要开龙科吧？对，要开龙科，这绝对不够。啊，no，分数不够。哦，够了，够了。问我龙科的事情有礼貌吗？什么龙科的事情？我忘记了。洗一下下，洗一下下，他们两个是极限残血，最极限的那种，超级残血，我觉得可以再洗一下下。我都把这当综艺节目 好。这个地方，多一点，65000。
这边先不要抹吧，我这边很危险。这边危险就开速网啊，应该是这样讲。这边好，非常的危险，我们开个速网。嗯，哇，我海姆达尔要不要开啊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可以耶，我觉得可以开了，可以开了。这样就好了，反正我是玩了一回合，先把右边打死再说，差一点。还是开了，都开了好了。干，手残，不过还好天降，因为我要把新珠都消掉啊。欸，佩林安安，我打超久的，我为了过这关，为了用这队过，按。哎，消的剩下两水一按，剩两水一按，因为我要把这个火焰吸洗出来，看一下，然后王冠赌天降，哇，一直打2280多万，火焰还有一回合，暗珠水珠。好啦，我这边过去就进网了，可是他好像把我的火珠全部消光光，欸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不是这样吧？欸，你这个天降可以留在王冠吗？降到30，降到38，欸，他怎么不把这个天降留在王冠？哦，举手了，各位，手举起来了，这个一定要过。好啦，两回合啦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。这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了，两关都要靠天降啊！好，你在这边看，好，好啦，这个有点紧张啊，有点紧张。这个短板不错，多一点。干，刚刚那个38C呢？你在哪里？38C，不错不错，有感觉了，有感觉了，有感觉了，才26。
这样，拜托，过，过了，啊，干，啊，真的是害死人呢，啊，瞬间觉得有点累。这边这个斜转要很小心，一定要很小心。来咯，举手，举手。多一点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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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十九，过了，过了，啊！别烧到，终于可以睡觉了，各位，终于可以睡觉了，啊！哎，刚刚那个你有看到吗？三三颗掉了几次啊？掉了几次啊？三颗掉了 N 次欸，干这堆真的是折腾人，折腾人，还行还行，三颗掉打天下。